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世界观 news 讯，张柏芝最近参演了内地真人秀《让生活好看》啊。在日前播出的一集入面，他就曝光了自己在上海居住的豪宅。节目带大家参观了柏芝在上海居住的家，由他坐车回家，准备煲汤开始出发。从他入门口的一刻引入屋内的环境，客厅墙上挂了他和儿子们的亮相，他的寓所饭厅客厅都极之宽敞，室内设计以清新淡雅为主，主色是米白色和原木色，厨房有其各种主食烹饪设备，可说是应有尽有，甚至可以媲美五星级酒店，柏芝可以好好享受入厨乐。而他的睡房最大亮点就是大床上的 Elsa 床单，尽显他童心未泯的一面。有网民就表示，住在这豪宅中可以足不出户都好开心，但亦有网民质疑，这寓所可能是节目组安排给柏芝拍摄的。编辑张一佳 and 他走了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